多得多呢，上面的新闻单单的哈姆丹在，在这位哈巴姆哈姆丹在外地新闻来内部。俺们毛泽东先生从那飞鹤，那个彝族民族狩猎事件案，让你们上面在五月七日呢，带新的出生呢，那个大法官被他咱们丹在，也是在奥斯纳西。大陆也是俺们在，那就真的记住王光禄狩猎案。 啊，那么咱们等于在2013年中，啊，这和买单的奥斯纳西，因为他们买在是咱们的大山上呢，得判刑3年6个月，咱们的阿山上的黑外内部，等下咱们都没得希望。然后最高呢，现在检察署以及提非常上诉，然后呢，但是说，然后最高法院，我们让咱们在莫斯科，俺们的提出的事项案给你，我们等于。 哦，不好啊！俺们等于咱们是简单，恐怕我们等于就没得没事在现在就实现，对不？还有么？怎么现在原住民的狩猎案啊？这样在现在宪法法庭，让他们等于延迟辩论，啊的那但是别的和他们上等于五月七日呢，但是呢，就说呢，那么容易，别的和咱们等于在外部，那大法官以前在内部，没没在现在就八年三号和二十八。 以咱们的大山上呢，那枪要刀械，那枪炮刀械管制条例或者是人家野生动物保育法也没法去没合宪，啊，这些执法时候，因为在那内部没不不马车危险要什么事。前去嘞！因为那么五月七日呢，大型的就是那大法官，别的还没有新的在现在。 文革的直接正的代现在原住民族，为什么代现在八零三号和二十代奥斯纳西？我边那时候你们说会一些么的啦？二十代大法官，那原住民族呢现在文革的直接正呢，一些阿尔的在代现在宪法，阿的代就还二代呢，代现在也没完受，也阿的是没多么是个奥斯纳西。原住民从事狩猎活动的文化权利保障。 还有环境及生态保护，这两个都是宪法所承认并保障的一个基本价值。一些一派上山那的大法官，一些当年的现在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他当年不记现在，直至猎枪的规定，或者说野生动物保育法，因为在现在就文革的直接真的在现在原住民族的传统。 哎，你不满得说，奥不那多着是，得做白了说黑话，或者说俺们等着，那得要几万手，等那说买着奥不多着是。啊，等于埃些当年的现在就奥的这几元素的等内部，啊，等于一旦到了大山上的等内，那枪炮弹药刀械许可管理办法，埃些俺们等着要吃第一季就是奥夫，埃些在规范俺们等着按这么内幕去。 或者说，那么有时候多少没俺们等着修正，一些当年的现在原住民族基于传统文化，或者说俺们等着就没事，就等俺们等着就对他进行援手。哦，为咪等现在买着现在野生动物管理办法也规定，等的一些在非定期性的现在也要付，那现在多给那几讲，反正那得，咱得要去说付，那些慢不不，那些慢的，那不一些也是他当年的危险。 各位呢，还没等个，安那得别来台内部。将自制之猎枪限缩于钱塘江以及准后塘江，且其填充物仅以非自制子弹为限，构造尚属粗糙。那么有关机关应自本解释公布自治期2年内，依本解释意志，尽速检讨修正。A 枪要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或野生动物保育法，也没法是现在没合宪。啊，等于说执法时候，也没怎么是没违宪。各位呢，民主党内时候也没本案的申请人王冠禄潘志强，也没。啊，那得白了，伊米的遐，也是当内好白了，都是很。前面看起来没有人可以直接得到修正，而大法官的解释并没有直接。 对于他所挑战的法律做一些违宪的宣告，但是不排除这个其他的原因解释，可以让他的相较于先前确立重罪裁判所判的这个刑而有不同的结果。那内政部呢说，咱们的大理的案件，我是你发出的新闻稿会是不是答？
因为德巴一下艾师傅等了我现在洗德州我现在非带洗下艾师傅等了点点在洗哇等你修正那一下想等你在规格的下模样的现在是 offer 买着没有说那些国防部德牧想等你在州非那想等你在州支持的领主舰队现在是 offer 的别的地方那里阿巴也非常便宜